范大夫，姑苏台已被我军围得水泄不通，我军几时发起最后一击？姑苏台上还有多少守军？据俘虏讲，只有3000余林军，夫差和西施就在姑苏台上。命前卫部队擂鼓呐喊，要吴王夫差出来投降。诺。 为何维尔不公啊？只有靠代王自己完成灭吴的全功。你是怕代王？范大夫，你多虑了。你是怕伤了西施？西施是越国的巾帼英雄，难道不该保护她吗？可是当务之急是擒杀吴王夫差。 吴王夫差已是瓮中之鳖，而且我出发前大王给了我一道密旨，西施不能死。 代王，我率御林军保护你杀出重围，向东方突围。晚了，晚了！你听，勾践就在我的宫外。 一切都晚了。他是我的奴隶，给我牵过马的奴隶，尝过我大便的奴隶。我
我却放他走了，放他回国了。那个越国本不该存在的，可我夫差刚愎自用，瞎了眼，看不出他的伪装，给了他灭我吴国的机会。这是天命，大王。早先天命把越国给了吴国，而吴国该去的不去，该灭的不灭。 这是大王违背了天命，而如今，天命又把吴国给了越国，大王何不顺应天命呢？以免更多的吴国子民生灵涂炭呢？大王，越军为何为而不攻？你没听到吗？越军是想要大王投降。大王，您是诸侯会盟的霸主。 不能投降啊！那会毁了您一世的英名。越国的前锋部队是谁在统帅？回禀贵妃娘娘，是范蠡将军。 伯嚭呢？怎么不见他的人影？宰府说是奉大王密旨，出城于越王秘密和谈。哼，大王不知。那是只耗子，他看我这条船要沉下去了，就爬到勾践的大船上去了。我该死，不该放伯嚭出城。去吧，该去的都去吧。你也去吧。走吧，或许勾践。 会留给你们一条活路。西施，本王真的舍不得你。大王，多少大臣嫔妃。 在顾家耳边叽叽喳喳，说你是红颜祸水，劝顾家杀了你。可吴越几代人的征战，与你一个女子有何相干？我和征旦妃子，的确，顾家何尝不知道越王和范蠡的美人计？可我不是纣王，我没有忘记我的霸业。事实上，我的吴国更强大了。 现在我已经是中原霸主了，在后人看来，顾家是贪恋女色而亡国，否？吴国的灭亡，是顾家不如勾践更阴险毒辣、更狡诈。我真的喜欢你，西施。你给了顾家最美好的七年，所以顾家。 希望你好好活着，看罢人间最后一曲《响驴舞》，顾家就派御林军送你出姑苏台。大王真的要放我回越国？顾家托你传话给勾践，我死后把我的眼睛用麻布缠起来，用我的战马马匹裹尸，抛进钱塘江。大王，西施，回到你的故乡去吧。 是富国英雄，还是红颜祸水，让千秋万代评判吧。顾家只是担心放你回越国后，勾践不会放过你。大王是说，他会杀了我？不，他会像顾家一样迷恋你的美貌和歌舞。不会的，我只想回到故乡。 顾家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上酒，奏乐，响驴舞。
这是吴国的音乐吗？大王，本王好像在哪里听过这种音乐。伯平，回禀大王，这音乐是西施从越国带来的响驴舞的音乐，据说是范蠡为夫差献上的得意之作。大王，看来这是西施在为夫差跳的最后一支舞了。伯平，在。 你跟了吴王夫差几十年，以你看来，夫差会不会杀了西施？回禀大王，以罪臣对夫差性格的了解，夫差或许会放了西施。大王，臣以为，夫差如果自裁，必定会杀了西施；如果投降，或许会乞求大王给他留下西施。我看未必。 西施！
在先王陵前，将夫差鞭尸三天。大王，喜尸。夫差的遗嘱是：马步缠住双眼，马匹裹尸，抛入江中。 大王，吾虽已灭，但是吾国的臣民和将士依然会怀念他们的祖宗和先王。北方各路诸侯对越国也是虎视眈眈。臣劝大王以王之礼厚葬夫差。你的意思是让顾家以王之礼厚葬夫差？你忘了几年前他是如何侮辱我的吗？臣正因为没有忘记，故请大王不仁德于天下。 文相，你的意思呢？大王，吾王夫差是诸侯国推举的霸主，他的霸主名号是得到周天子册封的。考虑到周天子和诸侯们，大王还是以王之礼厚葬为上。看在周天子的面子上，准。 老道，我母亲在吴越之战中被砍掉了一条胳膊，我们是亡国女娘，割土地纳钱粮，如今还要向吴王进贡美女。如果真的有人想出了这样的美人计，这个人啊，该杀。范大夫，这样的美人胚子，吾拜你处一个。 是很漂亮。敢问姑娘的芳名？民女西施。先生好像是从会稽山都城而来。何以见得？我见过你一回，你是王后的贴身侍女。先生不会是来选美的吧？在下便正是你刚刚想杀的范蠡大夫。 驰骋疆场的范蠡范大人，快请起。
娘的手臂是吴斌砍的，范某无能，让您受苦了。你真是范大人，在下正是。范大人，你要为我们报仇雪耻啊！在下正是为此事而来。三年来，我含辱残喘，只为复仇。若是抗吴，民女虽为女流，仅存一臂。 愿携西施随大王同赴疆场。当今越国，百废待兴，大王仁爱，百姓支持，此乃吾欲灭越而天不绝我也。范某今有一事，独想与西施他爹商量，不知。西施，快请范大夫坐。 孩子，娘且问你，你有家仇吗？你有国耻吗？你想报家仇，雪国耻吗？想。范大人此来招你进吾，你可愿否？娘。 孩儿听您的，娘把你教育范大人，往后接听范大人的。你爹爹若是在天有灵，会一路保佑你。娘，我舍不得你呢。百姓皆知大王爱民，也知大王不仁也。你为越女，是大王臣民，当为大王献出一切。范大人，敢问何日动身？ 范某先代大王谢过，三日之后，范某定当亲自迎接。看我的，看我的！臣范蠡拜见王后。 民女心善，拜见王后。起来吧，谢王后。来，走一走。要看身材还算可以，步态有点笨拙。哎，我看那个正旦很出挑。 西施姑娘倒也天生丽质，只因是村姑不懂宫中礼仪，如果加以调教，足可以融化吴王的心。嗯，王后，我发现西施的脚有点大。这样吧，丹，你找一双木履，回头。
烦的。越接近越痛，我的心越难去。为何？七年前，我离开故乡时，还是个16岁的姑娘。可如今，我已经成了吴王的遗妃。我不知道整个国家和家乡父老会如何看待自己。其实，你现在是越国的女英雄，整个越国都会感谢你。我不要什么感谢，我现在只是想让你陪着我返回故乡，看望我娘。其实，原谅我，你母亲3年前就已经病逝了，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是大凡不许让我把噩耗传于你，怕你在无辜分心。母亲，女儿不孝。文相，王后，王后，这是代王派微臣送回来的捷报。文相，一路辛苦了。微臣不敢。代王何日回越国？我要率领百官和百姓亲自到江边去接驾。禀王后。代王尚在姑苏台点检吴王的降臣、嫔妃和珍宝，5日后方可回国。那西施如何？代王派百户长送西施回老家探亲半个月，再把她送到宫里来。西施要回来了。代王，王后，西施和郑旦两位姑娘后天即将启程，请代王和王后审视。好，这一年来范大夫闭门训练，还没有见过西施的真模样呢。代王，请观赏微臣专门为西施编制的祥旅舞。我看过，堪称天下第一舞。Thank you.
范大夫，这个西施本王留下了。代王，难道你忘了吴国三年为奴，妾三年为婢的奇耻大辱吗？那是两回事。范蠡，代王，能不能只送郑旦去，或者再换一名美女？代王，西施、郑旦二人画像已于三个月前送到吴国宰府伯匹大人手中，夫差下旨二人都要。若我们扣下西施，夫差再来要人，越国就会变得很被动。为复国大计，请代王三思啊。范大夫，你这一年和西施姑娘在一起，说实话，有没有动过心？不动心，那就不是范大夫了。可是如果忘了卧薪尝胆，忘了复国大业，那就更不是范大夫所为了。你真舍得？不舍也得舍呀。那西施现在如何？臣在姑苏台见过她一面，七年前的她还是露出尖尖角的小荷花，七年后的今天已经是盛开的荷花，别样红。代王对西施正待如何？微臣忙于战后接管事务，也只见过西施一面而已。那郑旦已于一年前得了痨病，客死他乡了。西施真是命大呀。王后，听范大夫说，代王在范大夫攻破吴国之前，曾有一道密旨。密旨？是，代王下令，令范大夫务必保护好西施的性命。哦，这也是本后的意思。文相，是，我想派侍女丹600里加急给代王送一份竹简去。诺，微臣再派10名护卫护送他去吴国都城。来嘛，代王，对嘛，代王。和你们的君王夫差，哪个酒量更大呀？君王白酒的酒量大，当然是越王黄酒的酒量大喽。再喝一杯嘛。好，代王，王后命奴婢带来一竹简。代王，代王，臣妾请恩准先把西施接到我后宫居住，我要好好赏赐这个天下第一功臣美女，雅于扣上。准了。范蠡呢？这两天怎么没有看见他？范蠡正在护送西施回越国的途中。哼，谁派他去的？就是咱们越国了，真想家呀！好，马上就到家了，马上就到家了。范大夫，还记得七年前你送我去吴国，你我在此渡口诀别的那一夜吗？范老，明日一别，我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再见到你。
妻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只要你心里有越国，有我范蠡，你就会在吴宫生存下来。吴王会不会杀了我？我好怕。记住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，千万不要做什么探子，或者干涉吴王的政务。您不是说吴宫有3000佳丽，我一个越国村姑，如何才能接近他呢？我们已经贿赂了吴国的宰府伯嚭，他会妥善安排好一切的。范郎，是你找来了我，可现在又是你要把我当成贡品，拿来献给吴王，你难道心里不在乎吗？我当然在乎。那你就带我私奔，去天涯海角，到哪儿都行。我又何尝不想呢？可是几百万越国人都在当亡国奴，我身为士大夫，岂能只有儿女私情啊？看来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。假如将来有一天我活着回来了，天下人会如何看我？你还会要我吗？我不在乎天下人怎么看你，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我不能没有你。范郎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一定等你。臣范蠡，民女西施，拜见王后。二位不必拘礼，请起吧。谢王后。西施，你抬起头来。
西施，你功高盖世，将会被千古传颂。这镶着宝石的王冠，是雅瑜赐你的礼物。王后，奴婢万万不敢接受。西施，你想抗旨吗？王后，此冠乃是后的象征，岂可旁落？范爱卿，我看你和西施倒是天生一对，郎才女貌，天下绝配。王后，臣这些年来一直想着复国大业，无暇娶妻。是啊，不容易啊。西施，这几年来可苦了你了，你能完好归月是苍天有眼，你是越国的英雄，今后有何打算？回王后，西施只想回到家乡种田浣纱，希望将来能嫁给一个宽容的好男人。西施，你暂且留在后宫教我女儿习武，等大王归来再论功行赏，本后会尽力帮你寻一个你心仪的人。诺。来，喝酒。奴婢拜见王后。起来吧。谢王后。梅子，这几天你的舞姿大有长进啊。都是师父教的好。其实梅子是个十分聪慧的姑娘，悟性很好。西施，这些天辛苦你了，本后赐你一块玉佩。谢王后。五岳大地，天灵人杰，我在吴宫里常常听到士大夫们吟诵的越国男女之间的爱情诗。王后，奴婢斗胆请王后吟诵您写的诗歌。君为王，我为后，结发相从七百首。君为奴，我为婢，人间反复何容易。时间久了，后边的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是这样。哎，西施啊，你帮我把这首诗配上音乐和舞蹈，等代王回宫的时候，我要在后宫亲自为他演唱。诺王后。十年来，食无味，寝不安。每每想到国家社稷的羞辱和仇恨，本王痛不欲生。越国之德以灭吴，上赖先王的庇护，下靠诸贤臣大夫辅助。本王第一杯酒，敬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。来，干！这第二杯酒，要敬那几十万战死疆场的将士们。这第三杯酒，让我们群臣共饮。来。干！代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
亚夫人，如果要论功行赏，你以为哪几位当位居前三甲？臣妾以为第一功臣首推范蠡范大夫，若没有他在吴国三年陪伴，保护代王和臣妾安有今日之富国。第二功臣当推文仲宰相，他为代王献上九计灭吴，管理越国内政和农牧业，增强了越国国力。第三功臣当选为国献身的美女西施，是她的歌舞融化了吴王锋利的宝剑。诸位大臣可赞成？诺。越国灭吴还有一位幕后功臣，那就是吴国前宰府今日之降臣伯匹。没有他除去伍子胥将军，没有他劝说吴王射伍归国，我勾践能否活到今天，想想都心有余悸啊。大王，您能大难不死那是天意，罪臣能活下来已经是感激涕零。好，干！好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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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娶我，你我等待了七年，我何尝不想堂堂正正的娶你呢？我在等待时机。代王曾经答应过你，打败夫差之后，可以给你吴国一半的土地，难道他会不答应我们的请求吗？世事反复难料，因为在早朝时，我已经感觉到，勾践在冷落我和文相。不会吧，你和文相可是他的左膀右臂啊，没有你们的辅佐，哪有他今天的复兴？此一时彼一时啊，如果时机把握得不好，不但你我性命难保，连王后也会受到牵连。这越王宫怎么比姑苏台还可怕？我们还是早点离开都城吧。此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，你还得委屈待在宫中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
母后，父王呢？丹，代王起床了吗？回王后，代王或许鞍马劳累，现在正鼾声如雷呢。妹子，我们先行用膳。丹，代王回来了，从今日起，西施单独用膳，不再与我们同席。诺，奴婢这就去吩咐厨房。母后，孩儿发现西施姐姐一个秘密，快说。此事千万不可让你父王知道，否则你仰慕的西施姐姐被装入铁笼沉入大江，范大夫也会被五马分尸的。我不说，我绝不说出去。何事绝不说出去？父王，我夫君，咱们十三岁的女儿昨夜第一次见红，吓得半夜不敢睡觉，也不敢对父王说。亚鱼啊，看来你们是双双见红了。代王，这粥凉了，丹去热热。不必了，吃完以后就要上朝。代王，你征战半年刚刚归来，理应多歇几日，恢复一下再理朝政也不迟啊。西施呢？西施在哪儿用膳？代王，臣妾已安排西施单独用膳，像她这样的吴王贵妃是不可轻易抛头露面的。试问代王想如何处置西施呢？先把她留在后宫，让他做宫廷歌舞教习。妹子，你要好好跟他学习，将来姑要把你嫁到北方的齐国做王妃，等父王下朝以后就来看齐武。女儿绝不嫁诸侯。诸侯你都不嫁，那父王把你献给周天子做贵妃吧。父王要嫁，女儿也要嫁越国第一功臣范蠡。有眼力，有眼力啊。君无戏言。妹子，谁让你生于君王家？女儿的婚姻，父王必须从统一中原的霸业运筹。夫君，你在出征前向全军发誓，只要范蠡助你灭吴，就把吴国土地和臣民划一半给范大夫。你将如何兑现你的承诺呢？后宫不得干政，你要小心。有相，你喝多了，这会稽山的黄酒可比咱们家乡的米酒后劲儿大呀。真想家乡的米酒啊，再配以用汨罗江水煮的粽子，还有何酒啊。啊，来来，今日居然提拔吴国降臣伯嚭为左相，牵制我等权力，而对本国功臣却刻薄寡恩。那代王已经七日不见我了，不知道他为何回避我。君臣相接以忠信，士夫相交以道义。无信则疑，疑则惧，惧则威，威则变。我明日早朝要奏本，君无戏言。为援吴国领地的战后重建，理当分封你范蠡一半城池和土地啊。文相，君莫闻狡兔死走狗烹，飞鸟尽良弓藏，你我当激流勇退，抛却功名。那个人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富贵，子何不去？我
从楚国一县令干到越国宰相，这些年代王始终对你我不薄啊。那我先隐退，过些日子你再做决定吧。万万不可让勾践知道你我密谋，否则必杀我二人。你我二人共献出九条计谋，近三计就灭了吴国，代王还要靠我们的六计北伐中原，陈兵江淮，等周天子册封其霸主呢。霸主，我看充其量为春秋的最后一位霸主。文相，我去意已决，兄好自为之吧。代王上朝。参见代王。平身。我听说有人反对我提拔吴国的降臣伯嚭为左相，说他是个大贪官。伯嚭啊，你是个贪官吗？臣确实纳了越国不少珠宝美女，那也是为了越王复国而纳。臣现已完璧归越，如果因此要杀掉微臣，那么主张代王向夫差大肆行贿的右相文仲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大王，我军凯旋已有月余，臣提请大王兑现出征前的誓言，犒赏有功之臣，尤其是范蠡和西施。范蠡啊，孤王出征之前曾经立誓，你助我灭了吴国之后，我会把吴国的土地一半分给你。现在江北大地百废待兴，你想要哪一部分？东西分，还是南北分？越国之所以复国，全靠代王十年磨剑，卧薪尝胆。微臣只求尽快免去我军中职务，赐一条帆船。范蠡不想为官，只想去经商。你这不是让所有越国人和天下诸侯士大夫笑我勾践言而无信吗？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商人乃华夏末流。在北方，商人只准穿一只白鞋和一只黑鞋上街啊！啊！不是不会批准你去经商的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你如敢偷着出逃，我会灭你九族。请出西施。民女叩见代王。快快平身。谢代王。西施啊，你已经不是民女了，你贵为王妃，你是我越国的大功臣啊。国王还没有想好怎么赏赐你，你自己说你想要什么，国王都可给你。西施离开越国已有七年，只想请半月假期，希望能够回到故乡，到自己父母的坟前焚香祭奠。百善孝为先，祭奠是明年三月清明时节，到时候孤王会陪你一起去。民女万不敢当，还是请大王让我先回家看看。此事孤意已决，退朝。
大王自重，却以国事为重了。夏朝两眼空空的，谈什么国事啊？其实本乡下一村姑，仍旧野性。不，姑家还不喜欢呢。难道姑家还不如那夫差吗？夫差他至少真心爱我，从不强迫我。他蹂躏了你七年，谈何爱呢？大王，臣妾却有一块心病啊。顾家传御医来给你看。大王，妾已有心伤人。你的心上人是不是范蠡？是范大夫。只要你陪顾家一夜，顾家就成全你们。顾家明日就下诏册封范蠡为姑苏侯，你就是侯爵夫人。大王，大王请自重，妾是不会做此交易。你们都退下。你竟敢挡我的道！大王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在吴国驻马旧常粪便当奴隶的那1800个日日夜夜吗？我怎么会忘？大王，你是否想册封西施为王妃？我是君主，我是吴越的大王，我难道连选几个妃子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天下之宾，莫非王土。你是王，你有权选择几个、几十个、几百个嫔妃。难不成你想成为第二个夫差吗？你敢把孤家比作死去的夫差？只要你册封了西施，你就会沉迷于女色，你将会失去吴越臣民对你的尊敬，你将为一个女人失去千古良臣范蠡，难保他不会率领吴国军民向你重新宣战。危言耸听！你表面上是为了越国，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你这是妒忌，你是妒忌西施会夺了你王后的地位。大王，大王，请赐臣妾一死。你不要逼我。父王，大王，请父王息怒。谁再要拦阻，有辱此案。母后，你都看见了吧？你父王以为西施疯了，他疯了。母后，那你就让西施出宫。王后，事到如今，必须马上把范大夫请入宫中，请他出谋划策，化解危机。对，不，我们现在就去范府。母后，我也要去。你留在宫中监视你父王和西施，走。王后，爱卿免礼。大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已被西施迷惑了，他疯了。王后，你要臣怎么做？西施已向大王表明心迹，说他的心上人是范大人。他太傻了。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。难道范大人，你不爱西施吗？王后，臣斗胆求王后，帮我和西施逃离越国。你们要去哪里？去浩瀚的东海，去蓬莱仙岛，远离尘世，过神仙似的日子。好，我帮你们，帮你们
就是帮我自己，也是为了越国。谢王后。范大人，快平身。明日早朝，我当庭赐婚。王后，这对你很危险呢。我想，勾践他不敢把我打入冷宫。我雅瑜能执掌后宫20年，也是因为我父亲的部落几乎掌控着越国的整个军队。如果勾践为了西施而废掉我的王后，越国必然会发生内战。王后，越国如因我二人私奔而产生内战，我与西施必自裁以谢天下。不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留一段千古佳话。你们的名字永远会和越国联系在一起。千百年后，人们会不知道越国的王后是谁，但一定会记得范蠡和西施。王后，姐姐，如果我父王非要封你为越国王妃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用我的骨簪子扎入我的心脏。姐姐，我看见你和范大人两次约会。姐姐不怕你告发，姐姐已经向你的父王说出了范蠡就是我的真爱。正因为我心里有人，才使我在吴宫熬过了七个春秋。姐姐，我好羡慕你啊。哎，总管，总管，大王睡得可香？大王和王后吵翻了。啊，为何呀？代王上朝。孤家决定接受右相文仲的奏本，兑现孤家出征前的誓言，免去范蠡三军军师职务，册封为上将军淮阴侯，辖长江以北之苏北大地，三日后赴任。君出其命，臣从其令。臣范蠡，谢谢大王。至于西施嘛，孤家想听听众臣的意见。西施是越国的第一美女，也是吴越百姓心中的英雄。他的历史功勋将载入史册，千古流芳。因此，臣斗胆奏本，恳请吴越君主册封西施为贵妃娘娘。很香，你的意思呢？臣不敢苟同。你的意思是，孤家配不上西施？王后到。
代王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，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今天，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民女请求代王和王后恩准，将西施嫁给范大夫。各位大臣，其实昨晚代王已和我决议，为了奖赏范蠡和西施的功绩，代王恩赐二人结为连理。范蠡，你过来。明日，本后将代表代王亲自参加你们的婚宴。代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万岁！代王、王后，退朝。代王万岁！西施，大夫。西施，只要你愿意跟我白头到老，我可以废王后雅瑜为贵人，立你为五岳王后。大夫，我已为你和越国献出了我最美好的青春，奴婢衷心希望大王和王后白头偕老。大夫，您就成全奴婢一回吧。你如果不从我，明日我就派范蠡去进攻齐国，直到他战死沙场为止。大王，有一事我说出来恐怕您承受不起。哼，孤家还有什么承受不起的？你说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已怀有三个月的身孕。是范蠡的孩子？是夫差的。你敢骗我？前几年我偷偷使用麝香膏避孕，可是就在吴越交战的日子里，我已弄不到麝香膏了。我可以让太医打掉这个胎儿。大王，如果你要杀掉这个孩子，那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其实如果越国人知道你怀上了夫差的孽种，你以后还会抬得起头来吗？不管世人如何看我，我也要生下我的孩子。大王，你可以废臣妾，甚至把我打入死牢，但如果天下人知道你要立的王后怀过夫差的孩子，你还想当霸主吗？你只佩戴一顶天下最大的绿帽子。传太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向你传达母后的旨意。哦，父王还在逼迫西施，甚至于要废了母后，把母后打入冷宫。啊，父王疯了，要立西施为后。母后恳求你，今晚就带走西施，否则明日我父王就派你出征，战死沙场。为避免代王的追杀，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王后安排侍女假装将西施沉入太湖，或是制造西施自杀的假象。唯有如此，代王才能和王后死心塌地地过下去。范大夫，如果我告诉你西施已怀上了夫差的孩子，你还愿意和他成婚吗？本世间竟为何物，西施一个姑娘都为越国做了那么多的牺牲，我范蠡又怎么能嫌弃她和她的骨肉呢？范大夫，你真的要隐姓埋名弃官从商吗？诸侯王太多了，尔虞我诈，你争我夺，已经没有什么一战了。我只想远离这一切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妹子，
来最是帝王家。代王已派人去齐国，想把你嫁给齐王为妃。这就是我的命吗？人呢？王后和梅子关在房子里哭。西施呢？他说代王不放他出宫他就绝食。但你说西施和雅鱼谁更合适当王后？奴婢不敢说。说，顾家恕你无罪。代王在当太子时，奴婢就是雅王后从部落里面带来的陪嫁丫鬟。代王与雅王后结发原配夫妻，患难与共二十载。以前的事儿就不用说了啊。世事之耻，常分之辱，大王万乎。你呀、啊，你不知道，西施这样的姑娘。500年出一个，500年再出一个，代王，代王，丹，你去告诉内侍总管，向群臣传达我的口谕，就说代王身体不适，今日不上朝了。诺。梅子，你在此守候你父王，他一行。你立即向我禀报。诺。水，我要喝水。水，水。我要喝粥。快，传膳房端粥。代王，西施不见了。是不是你把她害死了？代王，
就算你想找借口把臣妾打入冷宫，也得向越国臣民有个交代。快，立刻派人去范府捉拿范蠡。诺，奴婢这就去传旨。回来，你亲自带三百卫士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还有，立即宣文仲薄嚭进宫，在姑家的书房传见。诺。大人，大人，这是范大夫留给代王的，请带进宫里。臣叩见代王。代王，奴婢赶到范府时，范大夫他已挂印而去，并给代王留下竹简。你，尊敬的代王，吴越争霸30年，微臣看到了太多的阴谋，太多的流血，太多的破坏。可能我骨子里还是士大夫的情怀。我不要封侯，不要城池和土地，我只要自由的天地。微臣已默默离去，如代王感念君臣共居十世的3年岁月，卧薪尝胆的10年甘苦，那就给我的族人留一口饭吃。范蠡弃守。代王，臣请带3000铁甲将范蠡捉拿归案。大王，以范蠡的智慧，必定游走于东海。闻相拟诏，传诏于吴越大帝，在会稽山下划出100里土地，作为范氏宗族上百余口的封地。命林浦的能工巧匠用青铜和金铸一座真人高低的范蠡像，放在姑家的书房，以后孤王读书的时候就能与范大夫作伴了。臣立刻去衙门拟诏。代王，臣得到密报，就在文相上奏本，要代王赏赐范蠡和西施的前夜。文相曾经在夜里到范府密谋了2个时辰。文相说代王要立西施为王妃，建议范蠡带着西施远走高飞。你想离间我君臣关系？代王，您忘了，文相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公然反对您封西施为妃啊。大王，都城内外四处搜查完毕，只在江边发现了西施遗失的簪子。你们都给我滚！大王，诏命已拟好，何时颁布？古人云：“知人易，知己难。”文相可了解自己？大王，臣愚昧。前日臣在早朝反对大王封西施为妃，言辞太过激烈，或许获罪于大王，请大王宽恕。
范蠡比你智慧啊。大王，臣还有六计可以辅佐大王统一中原。你给了我九个圣地谋国之命。其实你哭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我们离开越国了。我是越国的女儿，为越国献出了最好的青春，却连自己的故乡都回不去了。总有一天，神州大地将不再有诸侯国的杀伐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Thank you.
相识。